自六道罪苦众生闻若名者见若行者面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转生人天具寿妙乐因果将受一佛受记录其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法不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理只是如当地听我经说此观世音应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父经有五衰相现或有多余恶道之者若是天人若男若女当先相识我见地藏菩萨心想我闻地藏菩萨名义战义力是诸天人转正天父受大快乐永不多善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以佛音是宝贝以多布施供养娑婆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佛慈观世音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黎明众师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逆耳根这是诸众生永不离善恶道苦何况黎明众师佛母眷属将是民众人舍在财物宝贝一事俗话一场心想我是病人为众之事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在宝贝而为其自身俗话地藏菩萨心想世人若是业报何受众病者曾是功德寻迹处于寿命曾一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恶趣者曾是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能或如不是我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至往事兄弟姐妹使人年纪长大时以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使人若能从阿地藏菩萨形象来自文明地战一地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新文明前行站立供养世人眷属家因也不多而去这几当结束生死男女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形象站立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者即成是功德转增身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息站立地藏心相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高世人眷属身见我于梦中菩萨现大身力精灵世人与诸世间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见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身众生为护现世已是风雨无助疾苦乃至恨世不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必经得菩萨摩尼受其佛子观世音菩萨来回来
慈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理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心相即万民者是心归依或以香花以说宝贝饮食供养善女是善男女等所愿俗称永无障碍故此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难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持佛此观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于读于诵终于名师教师领受玄德玄王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所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我读诵心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于本心恭敬成拜跟以香花一时饮食一切万具供养菩萨已经随意尊敬一日一夜安菩萨且然后而藏经不为受相难令入口是之心正中覆水即必神无心求柔心因妄欲即诸上碍以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出手观定睡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因是经典以理而根基当用其根不忘事于其一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足求则快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恨事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尽不如是人等问地藏明见地藏相知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是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梦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思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我因此生我因公司我因生死我因即时如山林中国度河海乃至大水火金仙都是人现当面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山为护心处作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生之莫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若以神力六波世金莲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而说其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礼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龙身宝经应当多恶道自心皈依大师身说明转成处罪从少师父母恩爱者为之浑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今
深藏以来皆不是我所获化大事身被你斩立不成舍三七日中年清明菩萨当现无边第十七天处所生皆众多而去寻处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活魔定受身即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离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站立大师向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者只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多去弥朝彼岸随地誓言不思于宣读宣王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或故于大神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以香花以佛饮食诸万俱已经随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佛之法因中心生无心就肉邪淫其亡于三七日内无杀害执行思念大师名及于梦中见无边卷来变得离根二因是金条离二文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是大师不思议能是世人或此为贫穷众生及其贫家在胸怀眷属里睡梦之中其不安求则怪为无沉醉之心站立一掌向一切而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世丰饶神归我于若山林及渡海渡岸亲手及二人何生何贵贫何逢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师像若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此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一百千万劫所不作广宣大师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站立者香花一佛一师佛供养百千寿庙了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恒沙诸佛陀诸类人天平地十三二十世尊具金色眉幽默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是神力不可思议如是慈悲不可思议如是智慧不可思议如是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是不思议十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他为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的为出三界在火在众则不住一路不令是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无间即阿鼻地狱东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其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者多众发善行须以其退若于何缘念念增长一时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出一入未来之时若有天人其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一道利用护世人见修无上无灵对师父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恶趣令多趣中我之门受持诸众生若能念得
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十足众生，若一生你方便，就把于世人所见无边身为色地狱千灵升天受生妙乐二十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我今殷勤佛祖容以大声同方便多无灵多在诸恶居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护归合掌拜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于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拜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名字或站立形象得其中无力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别而说此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如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印是以佛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站立的二十八种礼仪，一则天龙护念，二则三国日增，三则即身上衣，四则不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饥衣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九则人间清净，十则神鬼出世，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生，十五者火为帝王，十六者素知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除尽痛，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前往离苦，二十四者速不受身，二十五者诸神赞叹，二十六者聪明力根，二十七者饶此迷信，二十八者毕竟成佛，不思虚空藏如下，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利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是很赞叹站立的其中利益，一者速超生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曾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堂为曾有四十道理，天月无量香化天地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具佛真理合掌问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天下离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地切地萨摩诃尼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地切地萨摩诃尼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诃切地南无那达摩多拉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吽哈哈苏达罗吽哈
婆南无阿那达那哆那呀耶切那切那揭陀揭陀摩那摩那呼那吽哈苏达那吽婆摩那萨婆南无阿那达那哆那呀耶切那切那揭陀揭陀摩那摩那呼那吽哈苏达那吽婆摩那藏本是在一片碧蓝天空下，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穿越过层层明幕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命，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此区除了有成犬外，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以及出生不到三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天地有爱，人间有情。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动物们的桃花源。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焰口法会，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节下安居、自立修行之期，也因应疫情升温，应尽量减少外出，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僧众民生用品与食品。填写表单如下，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药王菩萨冷知识。冷知识一，药王菩萨不是药师佛。药王菩萨与其弟药上菩萨是药师佛的左右，两人因发心共僧，秉施一行善，双双修成菩萨。冷知识二，药王菩萨的形象有两种，一是常见的菩萨形象，二人们也会将华佗、神农、孙思邈等历史上的医者视为药王菩萨的化身，因此他也有中年男子的形象哦。冷知识三，药王菩萨燃身供佛的意义。根据法华经记载，药王菩萨过去火化之身供养佛菩萨，也是佛教中燃身供佛的一个开始。那真的要燃烧肉体吗？其实不是，海涛法师是这么说的。事实上这个佛搞完艺术就叫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三宝，把自己奉献给众生，这个意思，而不是说真正的叫你点会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不自私的，一切为众生。冷知识四，药王菩萨圣诞，你知道吗？农历4月28日就是药王菩萨圣诞哦。这天你可以念药王菩萨咒，回向众生远离疾病。生命电视祈愿大家身心健康。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